对豆芽机进行清洗消毒时，需要事先确定电源已经断开。消毒的方法是，用0.2%的漂白粉水溶液对豆芽机箱体内进行全箱泼洒消毒。泼洒完成后，晾至半小时左右，再用清洁水冲洗干净，冲洗3到5分钟。最后，用海绵或棉布将机器内各部件擦拭干净。对于豆芽箱和其他盛放用的器皿进行消毒，则可直接用0.2%的漂白粉水溶液浸泡一会儿，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使用。生产前，除对场地和工具进行消毒外，生产人员还需要注意个人卫生，用消毒剂洗手，以免将细菌带入。选种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基础环节，也是重要环节之一。所选的豆种是否优良，直接影响到将来的出芽率。选种时，我们通常选用无霉变、无虫害、色泽正常、完全成熟、颗粒饱满，并且没有机器损伤的豆种，最好是当年生的豆种来进行生产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浸种。浸种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豆种发芽。浸种前，我们先用清水将选好的豆种淘洗2到3遍，洗净豆种中含有的泥沙和杂质。浸种时，不同的豆种对水温的要求和浸种时间有所不同。就拿我们选好的绿豆来说，浸种的方法是将绿豆装入盆内，倒入50到70摄氏度的热水，不断进行搅拌。倒入盆中的水应高出豆种的厚度2倍左右，搅拌1到3分钟。这样做的目的是杀死豆种中的细菌，顺势将飘出水面的干瘪的豆种除掉。完成后，静止浸泡4个小时左右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浸种的时间不能过长，也不宜过短。如果时间过长，则会导致豆种伤水，造成豆种腐烂，时间过短又达不到催芽的目的。浸泡后的豆种看起来比浸泡前大了1倍，这是因为在浸泡过程中，1公斤豆种吸收了1公斤水的缘故。浸泡好的豆种要装入事先准备好的豆芽箱内。装箱时，我们根据豆芽箱的容积，均匀倒入浸泡好的豆种，用手将豆种抹平。豆芽箱不宜装得太浅或太满。我们选用的豆芽箱，以每个豆芽箱放置3至4厘米厚的豆种为最佳。如装得太浅，会直接降低豆芽的产量；过满，则会使豆芽机的箱体内部承托上，上下摆放整齐。关好箱门，然后就可以进行催芽生产了。催芽生产是利用豆芽机自动化完成的，我们只需要按要求设定好适宜豆芽生长的温度值，然后设定好淋水的周期和每次的时间长度即可。以我们生产的绿豆芽为例，需要将豆芽机箱体内的温度设定在25到27摄氏度之间。淋水是催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，适量的淋水不仅能够保障豆种在催芽生产时所需的水分，冲洗杂质，还能起到使箱体内保持恒温的作用。通常，在豆芽生长过程中，随着豆芽的生长，因小芽、中芽、长芽的发热程度不一样，间隔时间和淋水时间也不一样。生产绿豆芽时，
我们一般将开始时的淋水时间间隔控制在每200分钟一次，每次淋水的时间为30秒至50秒，然后逐渐缩短淋水周期，延长淋水时间。在催芽生产的过程中，生产人员应加强日常管理工作，注意观察机器的各项指示灯是否正常工作，检查供水排水状况是否正常，发现异常应及时打开箱门进行检查，排除故障。在机器不能正常工作或停电的状况下，需要按要求进行手动淋水。除此以外，还要注意观察豆种的变化，防止出现烂头烂根的现象。发现这些情况时，应延长淋水周期，不干不淋水，并将箱体温度提高5摄氏度，这样做可以有效抑制病菌的蔓延。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除必要检查外，我们应尽量少地打开箱门，以减少豆芽和空气的接触，以免影响出芽。大约3到4天的时间，当绿豆芽长到10厘米左右，并且子叶还未完全展开时，我们就可以关闭豆芽机，将豆芽箱取出。为达到使豆芽清洁、卫生、白嫩、新鲜的目的，我们还要对取出的豆芽进行一些简单处理。通常，我们直接将豆芽箱中的豆芽倒入事先已注满清水的水池中，然后用罩里轻轻搅动豆芽并下压，使豆芽上下浮动，促使豆壳与芽体分离。此时30%到40%的壳漂浮至表面，剩余的沉到池底。接下来用罩里将漂浮在水面上的豆壳集中捞出，最后再将池子内的豆芽清洗2到3遍，用叉子捞起，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豆芽箱中，就可以装车运输进行销售了。通常1公斤豆种可生产出10公斤豆芽。观众朋友们，利用豆芽机自动化生产豆芽，工艺流程短，生产成本低，生产条件简单，生产效率高，能有效节约劳动力。除此以外，生产出来的豆芽质量高，营养流失少，香脆爽口，市场前景广阔，是适合农村家庭生产的理想项目，也是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不错选择。